曝光一家地道的肥牛火锅，生猛海鲜，每日新鲜采购，金牌极品眼肉，新调一滴眉毛，仙气十足，物美价廉，就藏在运河东路。一群人或是两个人来一顿小火锅，热气腾腾，其乐融融，会让人有种莫名的幸福感。可是一开心就会多吃，吃多了又胖，怂了不敢吃了，不用怕，跟我走，小编安利这家火锅，好吃营养又不会胖。他是从陕西端来的地道老火锅，凭着不久前拿下了火锅产业的奥斯卡大奖红顶奖，在火锅界迅速蹿红。他就是一尊黄牛，作为鲜牛肉火锅的代表，行业的先行者。一尊黄牛在取材上拥有内蒙羊肉、山西路西南牛种两大饲养基地，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方式加工里，使牛肉具有了高蛋白、高能量、高营养、低糖、低胆固醇、低脂肪等特点，极利于人体吸收，适合于各种体质的人食用。多元化锅底，为了满足不同人群口味需要，一尊黄牛餐厅精致多种特色锅底，养生菌王锅、营养番茄锅、青山绿水锅、鲜味上汤锅、秘制汤王锅等，每一份锅底都严格采选原材料，无渣香辣锅，采用牛腹部的板油、花椒、辣椒当日配送，精心熬制，所有汤底都是一次性锅底，黄金配比，只为菜品入锅后的极致醇厚感和丰富层次感。一尊秘制小料紫制芝麻酱，精选籽粒饱满皮薄，后味香醇优良，芝麻加入石磨鸡紫制酱，黑心作坊添加剂说 No 沙茶酱，选用干杯腰果爆与酱及上等沙茶粉精心炒制而成，将沙茶酱根据自己口味适量倒入海鲜食中，均匀搅拌即可食用。口味甜中带咸，咸中带鲜，鲜中略透微辣，是涮食牛肉的最佳蘸料海鲜之选。用上等的万紫美极及十多种蔬菜精心熬制而成，一尊肥牛色泽艳丽的嫩牛肉，采用丝加手法打造，入锅煮上五分钟，把锅里的好料全部吸透，入味至极。煮熟后的嫩牛肉蘸上秘制蘸料，鲜嫩美味在嘴里轻微的嚼两下就化为无形，而香味却还在口腔中荡漾。如果单片的涮吃不过瘾，还可以一盘一盘的涮着吃哦。大快朵颐的吃一尊黄牛的牛肉，更能感受其品质。祥云刺身，一尊招牌特色景观菜，取自牛脊中端一块纯瘦肉，不含任何脂肪，生吃入口即化，口感极佳，可与龙虾、三文鱼相媲美。祥云刺身记载着一尊人满满的祝福，烟雾缭绕，听说还能美梦成真哦。一尊母汤，一尊母汤均为文火精心熬制而成，选用上等的牛骨、蒸鸡、熬鱼，文火熬制三小时以上，看似无色，品质有味，称之火锅中的上汤。一尊的各款锅底在母汤的调味下，配以自制番茄酱、自制辣酱、自制菌包等，搭配出多变滋味。桌子上摆着鼓鼓沸腾的小火锅，翻腾跳跃的汤底，把所有食材紧紧包裹，与几个好友插科打诨的时间里，新鲜的食材已经变成入口的美味。老板自信地说，喝了我们这锅一尊母汤，下次肯定还会来，还会点这锅。小编问他为什么呢，他说实在是太鲜了，世上谁人不爱火锅，吃火锅的幸福感让人爽快到浑身发麻，你烫的菜我都想吃，和最亲密的人一起吃火锅，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了，更何况一尊黄牛真的很鲜。地址：运河东路148号光明集团旁，营业时间11:14:00-16:30:22，周一至周日电话 0510850477。